今天在鱼塘里面搞了点小龙虾，吃这个小龙虾呀要去头，尾巴上还有脏东西把它去掉，洗刷刷洗刷刷，我用五爪。今天做个瓦罐龙虾，放点辣酱、生姜、大蒜，熬点料酒，龙虾入缸，放点紫苏下去，静静等待，差不多了，起锅了。正经龙虾的味道。